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节目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谈一谈内心世界的问题。有不少人常觉得自己的生活范围也许相当的广阔，事业呢也做得很大，可是自己的内心或者是行为的模式呢，却常常的局限在一个小框框里，而受到了种种的限制。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，佛法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呢？ 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接受佛法以后呢，才能够使得我们的心胸开朗。心胸开朗啊，有两种或者是三种情况。一种呢，是眼界开阔，这个心胸开朗。 另外一种呢，这事业面呢，非常的广大，他自己的接触面呢，是啊，非常的呀宽广。那第三种啊，是要超越的，超越于我们现实的。 这是厉害，以及啊，输出的时空的环境。这如果是到了第三个层次，那真正是佛法。那么第一个层次呢，这心胸开阔啊，心胸开朗啊。有的人叫做很乐观、很达观的人，就能够做得到。 也就是对于啊现实的环境呢、啊、遭遇啊，经常是抱着乐天知命和知命乐天的心态，这些事业以及自己的接触面的广大，而能够啊心胸广大，这。 这不是人人呢、啊、能够做得到的。第一种层面的人，是天生的有福报的人，就是啊，生起来就是很开朗，性格开朗。他并不一定是后天呢、啊，要告诉人家给他这个灌输什么观念呐、啊、什么啊，他就是生起来就这个样子。 那么这种人呢，我说非常幸运的人呢。可是这种人，也可能呢变成一种啊，什么都不在乎，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没有关系，那是有关系的，不是没有关系呀、啊。没有饭吃了怎么没关系啊？没有关系，没有衣服穿了没有关系啊？没有关系，那要不要穿衣服啊？要不要吃饭呢、啊？ 这个现实的问题还是要处理。这种人并不是啊，值得我们效法的。所以，心胸开朗，所以心胸开朗的人呢，是真正的啊，值得我们学习的呢，是啊。虽然说一切的事情你心里不要觉得啊不得了，但是呢。 还是要应该怎么办，就要怎么办，应该努力的就要努力，应该回避的要回避，应该处理的还是要处理。那叫做啊，就是说没关系，那处理不了的，没有办法处理的，那就是啊，这没办法就接受它喽。所以是我有几句话呢，我说遇到一切事啊，要面对它。 要接受它，然后处理它，然后呢，不要再挂在心上。如果处理不了的，不要管它了，那也叫做放下了，那也等于是处理了，因为没办法处理。你现在的条件，以现在的现实的环境，你处理不了啊。像我最近呢，这个来了一个。 就是活泼
台风嘛，我们农禅寺啊就变成了一片汪洋。这我只能够讲没关系，这个已经一片汪洋，那你有什么办法？我们预先呢已经未雨绸缪啊，我们把所有的低洼的地方的东西都搬低得高一点呢，但是就是这个样子，还有很多的东西损失的很多，这已经损失了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我这说损失了也没关系，那只有这样子，这个叫做啊，已经处理了，那有什么有关系？如果说是啊，能够啊，超越，就是用佛法的这个观点呢，所以超越于啊这个利害得失、成败是非，那就是啊真正的这很开朗了。比如说做生意做得非常成功、非常成功的时候，我前几天呢遇到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位企业家呢，他最近的生意做得并不是很好。他来见我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原来你没有生意，你的生意原来不是你的，你渐渐的生意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现在突然间遇到不景气呀，你只有啊面对他喽。他说我实在是这个放不下，受不了。他说没有生意的时候啊，他说我就是没有生意还觉得好，现在有了生意，这一下子就亏了那么多啊，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我说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能够处理的处理，不能够处理的就这个样子了。那你心里的急也难过也没有用，这个时代的环境的许多的因缘呢配合起来就变成这个样子。那这个你难过也是没有用，我想你就不难过吧。他听了以后呢，他说那我一切的事业就这样子过着了，没有了咯。我说你本来就是没有事业啊，一切的事业等于重新从来没有过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将来如果能够有事业再从头做起，他说我大概没有希望了。我说你不要这么讲，这一生没有希望，来生还有希望啊，永远都有希望的。那这个是从佛法的因果观念、因缘观念来看。阿弥陀佛。